谢谢林云荣，云荣老师好，你的舞蹈非常 OK， 我觉得你这个年纪能够跳舞跳到这个程度，非常非常的努力了哦。然后京剧的部分，我也觉得你非常棒哎，架势十足，所以我也感觉是你今天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哦，非常非常的好。谢谢，好，我们请黄山亮亮哥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先讲云荣老师好。哇，云荣你的唱跳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快要专业的水准了，你的跳舞啊，然后你的唱功也现在也越来越棒，然后刚刚尤其老师最惊艳的是京剧的那一段秒转换，对不对？你的唱腔马上就换过来，然后你的动作啊什么都是非常的精准的。我觉得你未来作为这个唱跳歌手这条路哦，应该是很有发展的机会哦。哦，那你今天带来这么强的表演，真的是也怪不得说你可以数次打败品彦。那所以你们都各有自己的风格，那也很棒，在舞台上做不同的呈现。谢谢你今天来。